每天五道题，来做句型转换题。Number one, that is a book, 变复数句。我们在做这类句型转换时，遵循一个原则，能变都要变，包括名词、代词、动词。That 对应的复数形式为 those。Those are a, 通常我们会把它写成 some。Book 对应的复数为 books。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不用 some, 直接变成 those are books。Number two, he is from China, 变一般疑问句。变疑问一个关键字就是找。先找谁呢？先找 B, 有 B 怎么办？提到最前面。好， is be 动词提到句子最前面。首字母大写， is he from China? 他来自中国吗？ Number three, are these books yours? 肯定回答，这些书是你的吗？ Yes, 用 this 来提问。These books, 前名后代，我们对应的复数代词为 they. Yes, they are. Number four, he is five. 就划线提问。Five, 他五岁了。对年龄进行提问要用 how old. 好了，第五题， it is five.依然对 five 来划线提问，这道题今天老师想把它留给你们，在评论区下方给老师写出你的答案吧。关注小雅老师，每天一起学英语。